每次都是你整蛊我，看我今天怎么收拾你。时间差不多了，大潘应该到家了。去吧去吧，一会儿就开酒。你好像忘记拿钥匙了。哎，哥，你在那干嘛呀？哦，我在这里看夕阳呢。我去一下，一会儿你记得留门给我啊。放心去吧。开酒开酒。嗯，怎么变成石头啦？我的东西呢？哪去啦？啊，肯定是我哥搞的鬼。不行，我要找他算账去。什么东西？我不知道你说什么哦。我的药不见了，是我给大潘的，是不是你煮了？你自己看啊。哼。啊？到底去哪了？你问我，我问谁啊？你赶紧去找找啊。好吧，我去找找看。开始，开始。香啊。超香。